是天地不可及星辰，我是世间最渺小浮尘，用尽所有去争换你热烈后拥吻，我愿揽尽风雪与你同一程。你不愿与朕留宿，臣妾只是没做好准备。身为嫔妃，却把帝王扫地出门，林美人，你连争宠都没学会，如何在后宫立足呢？臣妾并不想争宠。因为陛下的宠爱只会让臣妾在这后宫中更加危险。很好，你比朕想的更聪明。既然你选择另一条路，最好证明你的价值。你们这些火族蛮夷，不诚心臣服我人族，竟敢起兵反抗！哀家决定将这些火族乱贼全部斩首。首级悬挂十日，以儆效尤。还请尊太后宽恕。还请母后收回成命。为了这些低贱的异族，你要当众驳斥哀家的旨意？儿臣不敢，只是先皇曾与三族签订合约，若我族私自毁约，恐怕违背先皇的。先皇怎么会有你这样懦弱无能的儿子？哀家命令你立刻将这些火族贼人全部斩杀。怎么，现在连拿刀的勇气都没有了？如果哀家没有记错，你刚刚登基的时候杀了那么多人，可一点没有手软过。尊太后，陛下之前吩咐臣妾要为尊太后准备上好的茶。陛下恕罪，让臣妾带陛下去更衣吧。你这低贱的女奴，靠着哀家出人头地，如今成了陛下的女人，竟敢在哀家面前耍这种小伎俩。请母后息怒，林美人她只是……尊太后误会了。臣妾能有今日荣华，并不是因为陛下，而是因为尊太后。臣妾本来是想替陛下奉茶，力破尊太后与陛下不和传言，在异族面前可以彰显人族皇室威仪，震慑四族，奈何臣妾冒失未选择最佳时机。最佳时机，
看来这宫里的聪明人是越来越多了。臣妾愧对太后的夸赞，自愿领罚。的确该罚，凌美人殿前失仪，按律当罚鞭刑。来人，拖下去。是。蠢女人，这就是你成为真心斗的方式吗？萨亚，幻族的长老们听说最近人皇有了新宠，恐怕你后宫地位不保啊。后宫在我掌握之中，不许担心。你从入宫到现在都从未侍寝过，怎么算是掌控后宫呢？哼，如何处置那女奴我自有定夺，不用你们说三道四。忘记你是个征战沙场的女将，放下你那可笑的尊严，去做你该做的事情。凌美人，你可知你今天的所为很可能性命不保？臣妾清楚，但臣妾并不后悔。你为何要替朕解围？臣妾并不知道陛下以前经历过什么磨难，但臣妾明白陛下此时的隐忍都是为了日后的一骑冲天。你怎会如此笃定？我从不会看错人，我从不会看错人。你跟朕曾经认识的一位故人十分相像。是吗？什么故人？一个让我又爱又恨的人。陛下是将臣妾当成了替代之人吗？没有人可以替代他。尊太后手谕。据报，近日皇都有灵族妖孽活动，哀家特命陛下加派人马搜查，一旦抓到灵族妖孽，就地斩杀，不得有误。请尊太后放心，朕这便派人绞杀，绝不放过一个灵族妖孽。
药膏里竟然有药酒。不行，我不能在这里暴露灵族真身。若叹心中岁月之慢，路宽是